系啦，转转呢度。好，呢边。好，黑琴望得出喺呢边噶。头先听收音机话，本来你想咩拍电影啊？赶唔切啦，因为搞个嗰、那个剧本有个复稿嘅，其实即系都系想拍一啲现代人嘅爱情故仔，但系成熟啲嘅。成熟得嚟又想有少少幽默嘅。咁、那個故事大綱其實喺個腦度，咁都想有一個團隊寫出嚟，即係自己其中之一個啦。咁都希望一個團隊寫出嚟，咁啊團隊又想包括好多唔同層面嘅即係 writer 咯。即係咁而家都即係度緊，睇下幾時即係可以坐低寫啊。咁我又唔心急嘅呢一件事，因為即係個 project。咁大咁都急唔嚟㗎啦，想真係有時間先至做咯。咁會就 on and off 不停咁都開緊。哇！你係做曬即係編劇又係你，係啊，又係你，淨係唔會做演員啫，唔演啊，梗係啦，就唔演嘅，唔演啊。唉，我演有幾好啊？好啊，攞個影帝啦，係咪？咁咪無謂演啦，唔好影響票房啊，係咪先？想找一些即當然比我好很多的人演，但送不送人出來未有定了所有定了故事才是的，我又不想也都不會一個很大資本的投資啦。雖然楊生沒有，我想問你楊生沒有限過 的但是上次楊生一口就答應了，是啊，咁我到時咪話俾佢聽，嗱，如果揾呢一個咧就幾多錢喎，呢一個咧就幾多錢，你揀啦，即係咁咯，係咪先？即係咁咯。咁我就目標當然就係希望佢唔好蝕啦。算唔算係第一次嚟嘅？真係城市。第一次一定啦，可能係最後一次添啊，唔點知。係啦，希望有第二次啦，咁咯。咁到時可以各逐新碟。新導演，呢啲虛名嘅嘢隨緣啦，咪係咯，即係都未開始行第一步，就唔好諗到咁遠啦。做人唔好好高骛遠，係啦，做好自己手頭上面嘅嘢先。